老板，酸奶冰多少钱一份？3块一份。这个大冰得有多重？200多。200多斤啊！哇，两个人搬200多斤的大冰，这得是3个200斤的大汉才能搬得动。哦呦，漂亮！太棒了，送到这个冰台上。老板，这个是干什么？给我们这个防护力气的哦，把它铲平，把它立起来，先这叫周公移冰山。老板把这边上面还有一些杂质的，再给搓一搓，不然喝了容易穿稀。老板，你的肚子都湿了，马上换掉衣服啊！换衣服，拿上这个破伤风之刃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就这样不停的铲满满一大碗，再来上这个，这是酸奶，真的牛的还是羊的？牛的。啊，牛的，好嘞。这个呢是蜂蜜，白砂糖。哦呦，你看老板多诚实，有什么全部告诉你。给这撩，哦，漂亮！再加个酸奶，再撩两下，漂亮，完美！哦呦，厉害！只要3块钱的酸奶冰，喝过都说好，做不好的那些都不在了。漂亮！哦呦，那就再给来上一勺子蜂蜜。老板，3块钱赚不赚钱？赚。3块能赚多少？一块钱啊，特别诚实，谢谢。3块哟，只要3块钱，那么多酸奶，那么多蜂蜜，老板说赚1块，我完全信了。酸酸甜甜真过瘾，他们的牛奶啊，是浓浓的那个牛乳的香味儿，啊，像一个冰沙的感觉，就这样喝应该更爽。冰凉，后清凉，又解热又解暑又解渴，超棒。